TV 一号台裁判员王景一，记录裁判员杨俊奇、蔡成元，运动员白俄罗斯选手雅娜，蒙古选手尤奥云蒙克。现在比赛开始。尤奥云蒙克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由奥云蒙克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河北石家庄站的 TV 台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由画面左边来自于白俄罗斯的雅娜对阵画面右边来自于蒙古的奥云蒙克。这场比赛呢是败部的第三轮，败者呢将会被淘汰掉，限时80分钟抢七。比赛开始，第一局由奥云蒙克开球。上来开球，中带有球进，这个位置的花色14右边有中带。上来一打一 K 啊，那么右中还有，下来之后看白球想法，避开六十三这边还可以 K。下方来看看15。没有打进。下方轻推了一杆6号，那左边红三啊，再看红三这位置的角度，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偏直或者向右的，对，比较直。延时，看想法啊，红三你递回来倒是说还可以去打上方四或者是黄一啊，看你白球走的位置。黄一再来，继续的可以下一些左塞低杆，右边走两脚往左上叫。
直接上来。那么看这个点，想包中带感觉还不太好打，这个七跟九离得非常近啊，不太够。这球还是有嫌疑啊，再来拼四，白球稍稍推点右塞啊，两库左边钻一个二号跟十五的缝隙下来挑中带，勾球。勾黑八左下角。花色中带往右边推啊，上方呢来看一下这杆，可以先把十三打了，然后上方九跟十一下来，继续低杆往下来，十一中带留点角度下来了，第一局由奥云蒙克胜，比分1-0。第二局，亚娜开球。没有扎进。十号呢也是被撞了一下，单色下来一打一 K， 看白球左边蹭到这个十五，我们看缝隙之间的右上啊六，
没问题，好，继续。哎，答二呢可以稍稍立点杆尾，小低杆一点，中带再来。左边继续啊，中低杆往下去蹬一点点，红三这边较直。再往左边推，继续再来，这杆看焦位啊，从下方走两库，左中，有运气球，好，来个偏一杆准度，左下方，推下没有问题，这个位置呢失误有薄啊，中带也有打，这个位置的九角度还稍微有点大，你想去听到下方库边呢，打左边十五，带一个比较强的左塞轻打，14K 了一下，看效果怎么样啊？首先是右上，感觉黑八有点挡，看看左上。还可以打没问题，那继续啊，左边打进黑八可以直接叫右边的中带，亚纳省比分1-1。
第三局由奥云蒙克开球。没有扎进。这个位置的花色是右上的，单色是右下的。左上方十二还有，再来看角度啊。下斜第一杆左塞呢，支边库往下叫，然后看这白球位置。好，再看左边下方的底带。继续带下低杆支边库弹出来，中带这边有十五跟十啊，右边还有十四。够直就可以先打一杆。角度合适，右边推下来，左下有黑八。第三局，亚纳胜，比分2-1。第四局，亚纳开球。国线不够啊。Illegal break。继续进攻，上方十五。继续击打，好，下面再来啊，十一还有，稍点低杆，左边还有花色，没问题，十三，继续可以推啊，钻缝隙出来，上方还有中带，
看白球位置，对，这球离他有点近，还不是一个可以很轻松的推下的一个角度。再看中带这边啊，减速低杆轻轻薄劲弹起实底带，中杆打进即可。犯规。自由球。白角度啊，直接稍带点中低杆。左塞呢，上库一 K。啊，这个力量，那么就直接打吧。推七，下方红三是需要一杆准度的。走多一些，走多一些的话，这个位置看选择五。好，再来啊，中杆横到左边，中带有。继续，再推二，弹取可以继续的交流中带。再看白球，底带准度，打进，上方这石呢有点后斯诺，再来啊，下方还需要一个准度。
第四局亚娜胜，比分3-1。谢谢。第五局由奥云蒙克开球。上方呢，11还是差了一点啊，没有扎进。选颜色，花色上方有15，穿11。再来啊，左上方还有，右上方继续啊，后点打左菜地杆下来，继续花色13。调了一个左边的袋口，来看这位置。中袋，下低杆，横抬下来，太厚了。打进 K 了一杆，中袋要传球啊，7传4，5号左上。上方再来继续6，中袋这边薄是可以 K 球的。大力的 K 了一杆，再来带下低杆，边库弹起，下方叫三号，不要叫直啊，这黄衣要看左边有没有，没有的话要叫出角度来，有下就正常的低杆往上啊，没有的话大力的横向往左边弹。
没打进。再看右下，继续轻推，左边再推，这个位置要稍稍给些力量啊。吃库呢，回到右边，同样黑八左下。没有强求，那这个中段的黑八角度还是有点大。没问题。第五局亚纳胜，比分4-1。谢谢。第六局亚纳开球，左上方啊，过线进，啊，右上方有单色。中带左边还有二啊，下来之后呢，可以考虑下红三一 K， 因为女子球员呢是让后一，所以在花色下方中间黄一是可以剪掉的，没问题。再来红三打进有角度，右塞低杆边控往右上叫。中带还能推，后面看黑八的右下角，
没有打进。上方还有包，犯规。自由球。十五，一推顶，再看左边，看这位置啊，中带是有，但是打中带之后你往右边叫，要稍稍的给些力量。没打进，看看左边有翻吗？不然这球还是要防守的。这个位置花色还是有些难啊，下方看看打十可以再防守。跳球，犯规，啊，犯规了。自由球。再来打十，看白球位置啊，右上方九，中杆在横向弹起，下方再打十四。下方薄了个大角度，那么中杆这边来看个方向啊，要直接往前推。八号直接左下，
第六局由奥云蒙克胜，比分2-4。第七局由奥云蒙克开球。看中带，没有打进。下方再来红衣，还是厚了，不过这个位置的花色还不好打，基本上都被挡住了。看这位置，防的还是非常好的。对，看一下有没有贴住，贴住的话左边也没有。中带勾进，好，再来看这杆，看左边翻中，再看白球，还有 K 啊，底带还有，关键球啊，没打进。
先看这位置啊，十三。这个位置的黑八左边还不太好勾啊，看想法，要带强行的左塞去扫吗？嗯，先吃库后去扫一杆啊，搂机会，十四。角度稍微的有点大，看白球，正常轻推不好停可以走两库，这十二可以叫的稍微直一点。也在看这个缝隙之间下方的十五，准进。第七局由奥云蒙克胜，比分3-4。第八局，亚娜开球。没有扎线，选球的话，左边有十一，右边有中带的单色，看看分布吧。两组颜色在左边的边库附近呢，各有一些跟库边离得比较近的球啊。这盘还是有些难点的。左上中高杆先挑二，好，再来稍稍带点低杆，打二横过来，右上方还有七下来，六中带，五中带这边。看位置，还有打，
哎呦，是一个非常酷炫的第一杆左塞的旋转。那么下来是不是要打黄一呢？哎，这边红三缝隙之间还有，看看下方这个花色，左边有单进也有接力。上方这个位置右上倒是还是有一船啊，但后面你要是黄一挡不住，就还有机会可以交位。九，太厚了。上方没有打进，这白球还是没到位。右上还有包，帮了一杆。那放这位置的话，左边来看这位置，九有薄，首先太厚了啊，没有打进。犯规，自由球。还是要尽量摆一些角度，可以直接上去，然后挑左边的两个中带。寺庙，岩石。
白球呢还是没有过来，看看中代这边能不能拼翻一杆。其实感觉打的就是很闷，这个手里边的能量或者说技能发挥不出来。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齐齐哈尔站和兰州站啊，亚娜这个球还是要比今天发挥的要好一些的。又是走过，还要再拼吗？啊，这个还是个大角度，小心身下。习惯性的这种大力的出杆啊，中带左边推过来十一，然后看十一的角度 A8 下方两边的底带，又是推的有些过。稍稍给些力量，白球吃下方扣边向右上角，那么现在拼翻的话就是要看看自己就角度掌握的怎么样了，不然就是很轻的力量打下方一半做一杆斯诺克。看上方解球，直接跳。第八局，亚娜胜，比分5-3。谢第九局，由阿云蒙克开球。中台这边的黄衣也是差了一点点，没有插进。选球，右上方花色，右中单色。
俯上再来，高杆发力下来啊，不能轻打。再来侧身啊，低杆向下，还是轻轻的点了一杆，那么下方变成一个二传五组合球。并没有传进，左边十一，白就可以先上去。上方啊，底带没问题，左上方看啊，够打，轻推单起，黄衣还可以中带。继续啊，再来看黑八，右下角有下的话，直接带一些中低杆从左边下来，二减掉。轻推了一杆，先看看中队这边，看有没有漏这个左边的薄边。犯规。自由球。摆一颗球，找机会啊，先把十四这边争取 K 一下。
下方来看十三，强行的中高杆左塞吃下方库边，往右上去兜一下十四。哎，这个杆法跟旋转都不够，犯规了。自由球。第九局，亚纳胜，比分6-3。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time out。5 minutes。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亚纳开球。两边中带有球进啊，单色。再看这位置啊，中带是有的，上方还有四。再带一下低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啊，红三后面中带有就正常交位啊，没有的话前面要提前打一杆，哎，应该还是有的。那么继续带低杆向上，七还可以调中带。再来，中带还有，哎，红三这边感觉目前这七的角度有点偏直啊。推过来蹭了一下，左上还有，但是这个位置有点近呢，出杆很容易连击。哎，侧向打，要看一看白球啊，不要掉带也不要犯规。没吃库，自由球了，犯规。自由球。那么下方四颗啊，然后左边拿十一上去叫一个十四，同样是中带，再用十四下来，先上来一样的，中杆右边一横十四，然后下方三个底带，然后中低杆。没打进，哟，这球黑八看看左边六有没有漏啊？
勾一杆。没碰到，犯规。犯规。自由球。直接啊，中低杆上去两边地带。右下再来，底杆会缩一点点啊，中带。第十局由奥云蒙克胜，比分4-6。第十一局由奥云蒙克开球。继续大力炸球，中的还是差了一点。选球，左上有6。好，白球啊，红三还有，推弹起下来，二号可以继续的叫底带。轻推，也没有进。这个位置中带有接力，花色。好，继续啊，右边再包。来看白球位置，左中啊，这个位置还是叫的相当细致的。中带还有，帮了一杆，二号中的还有，下方黄一。
推防一杆。九这边中袋是没有的，那上方再来看，十二号要拼吗？左塞还能扫，哎，要考虑一杆翻袋，并没有翻进。又推防了一杆，啊，这个点位二号，准进啊，左边再来推过来，五可以叫中袋叫直，往前一推，七号右下点进之后可以把底袋，还是叫的角度有点大，这位置。那么包中袋下方会 K 档，看看效果。不强求，打进自然弹起，带点低杆，中带黑八。中带。没有打进，上方再来看花色，左上然后右上下来，这位置来看角度，角度有中低杆，右边下来太直了，那么需要拼准度了。中袋再来，第十一局由奥云蒙克胜，比分5-6。
第十二局，雅娜开球。中袋扎进。选球的话，两边有单色。下方选了花色，好，再来看这位置，右边有十一，中杆打进，左边九，上去之后呢，两个袋口十四，左上方十二，十号剪掉。再来，上方推十四，左上方十二，向下叫黑八。杆法太低了，薄了一杆，看这位置，上方还是有机会可以打，但是现在红三过来呢，黑八的右下应该被挡了。发力准，再看一下这个红三这边挡了多少啊，而且这个白球左边要小心啊，不要蹭二的薄边吊带。厚了还是？我们来看单色，二传三可以先接个力。没有传进，这个球要看看亚娜了。不着急，轻轻打。结束还有四分二十秒。想帮一杆啊，但是并没有帮进，中袋这边漏机会了，可以把中袋先打进，然后下方呢来看一下六，
传球。啊，这球传的不好，后面不好打了，要找机会，用其他自己的球再传一杆或者 K 球。翻了一杆，大力的传了一杆，看白球位置，这个位置还不错，并没有直接给上方的黄衣走位啊。看看左下，K 八，再看这杆。够了，黄一。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看白球，走的不好。那么中台这边看一下想法，强行的拼薄球。36秒，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10秒。黑八贴库打完之后呢，需要其他球再持库。5、4、3、2、1，比赛，谢谢，恭喜。好，首先我们恭喜来自于白俄罗斯的亚娜呢，在这场比赛里边获得胜利啊。这场比赛呢也是败部的第三轮，这样来自于蒙古的奥云蒙克呢就会被淘汰掉了。再次恭喜！今天所有 TV 台的直播就到这里，明天继续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